好，刚刚的进程哦，那我们出了一个习题是人、学生和老师啊、哦。那学生和老师都是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谁应该继承谁呀、学生跟老师要继承。对啊，学生跟老师都要继承人嘛，啊、哦，这样比较合理。你不会说人要继承学生，然后通通都是老师，哎，这样就怪怪的。那是学生和老师继承人，好，那。学生和老师继承人，那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哦，我们还要利用多型机制，我们这边就顺便讲多型啊、那这个可以砍掉了，因为这两个还是互我们用到，就只用到了这个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组成式，组成式，我建立一个学生是王小明，再建立一个学生是李小华，再建立一个学生是黄大炉。再建立一个人叫陈如气，另外第二个人叫李美女，他们都有性别、有年龄，然后学生就有学号，那普通人呢就没有学号，但是他们都有年龄，但是呢学生除了学号以外，他还有现在是几年级，对不对？一年级还是四年级哦？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宣告一个人的阵列啊，这里就请小心了。这个叫多型啊，这个如果你不会的话呢，应该期中考至少少个5分到10分啊。那这个 list 就是一个人的阵列啊，一个 person 括号就人的阵列，它总共有5个元素。抱歉，不小心按到啊。然后呢，我用 for each， 还记得 for each 吗？对于这个阵列中的每一个人，那个人叫 P 然后我就呼叫 P 点 print， 呼叫那个人叫他印出来，然后呢换行。那所以我们看一下 person 到底是什么呢？它有姓名、性别和年龄。那所以一开始就把这三个栏位设好。然后呢，写一个函数去印出这个 person 这个人啊。接下来我们用学生去继承 person， 好，那学生除了性别、姓名和年龄以外，就还有 ID， 就是他的学号啊，还有 degree， 就是他的年级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我们把 print 覆盖掉啊，覆盖掉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印出个学生哦，因为让他跟一般人区分开啊。接下来我叫 base 点 print， base 是谁啊？ person。现在他的 base， 现在我们在学生哦，学生继承 person， 好，那 base 是谁？ base 就是那个 person， 就是学生所继承下来的那个 person。那 base 点 print 就呼叫上一层的 print 函数，然后呢，再 write 它的学号和年级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 return list 哦，其实 不 return 没关系的哦， return 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一直点点点点这样，这个暂时先不讲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一个程式哦，它的输出就会是像刚刚那样。教授都没有写。哦，对，我这一个还没有写教授，那教授就给各位当习题啊。OK。好，这样建制 OK 吗？那我们把它这个执行一下。好 ，OK， 确实像刚刚那样，对不对？只是顺序好像，顺序就是照我们给他的顺序。好，所以王小明、李小华、陈福气、黄大福跟李美女啊，那其中的那个三个是学生啊，然后两个是一般人。那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什么叫多型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里面虽然有三个学生和两个人？三个学生和两个人，但是我们宣告这个阵列的形态是什么？
是人，哦，而不是学生。你如果宣告学生会怎么样？如果你宣告学生的话，编译就不会过，因为你宣告学生，那人不能塞进去啊。啊，但是你宣告人的话，学生可以塞进去，这就是继承的用途。啊，你宣告人，但是学生可以塞进去，因为学生也是个人，因为他继承的人，啊，所以他可以塞进去。但是如果你宣告学生的话，那人就塞不进去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每个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 print 函数，所以呢，他就呼叫那个人的 print。问题是，如果这个人是个学生，那他就会呼叫学生的 print 函数。那如果他不是学生，他是一般人，那他就呼叫一般人的 print 函数。虽然啊，我们只下了一个 print 指令，但是他却可以呼叫到对应的函数，而且是不同的函数。学生就是学生的 print， 人就是人的 print。 那这种下一个指令就可以呼叫到不同函数的啊，这种功能就叫做多型。好，这一点请记得。那所以呢，到底这个多型有什么用？我们再看一次圆和矩形的例子。啊，现在呢，我建立一个叫，就是刚刚的 shape 啊，有面积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我们写一个组成式啊，你可以看到，我宣告 shape 这个阵列，它其中一个是 r， 就是矩形，一个是 c， 这是圆形啊。然后呢，我对这一个 shape 阵列的每一个啊，我没有用 for each 啊，其实你也可以用 for each 啊。那我没有用 for each， 我直接用阵列 i 的方式，然后引入 shape i 的 area 等于 shape i 点 area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就会印出圆的面积和矩形的面积。那这里哪里用到多型？就是这里，因为它同样的都是呼叫 shape 的 area， 但是一个却是呼叫矩形的，一个却是呼叫圆形的。呼叫到的是两个不同函数，但是却用同一行指令完成，这种称为多型。好，所以这剩下的都跟刚刚一样，就不太需要再重复看。所以就多出这个，就是说我用一个回圈，同样呼叫 area， 却可以呼叫圆的呼叫到圆的，矩形的呼叫到矩形的。好，这个就称为多型。那这种方式呢？以这个例子而言，它有一点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shape 它必须要被迫成为零。那形状照理讲应该是没有办法有面积的，你传回零也是很怪的一件事。所以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有。什么办法解决问题？就是你把形状宣告成一个抽象类别。Abstract 抽象类别，宣告成一个抽象类别，那个函数如果不实作的话，你就把它宣告成 Abstract， 就是抽象函数。抽象函数里面你就不需要宣告内容。好，不宣告内容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假装传为 0.0。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，原本如果你假装传为 0.0， 那你在矩形和圆形里面的 area， 如果你没有去覆盖掉它，那矩形和圆形就会跟着传为 0.0， 那就不太对了。那如果你宣告成抽象的话呢，它的子代就势必要实作 area， 如果它不实作 area， 就没有办法建立物件。 OK， 所以它的子代这里一定要 override， 一定要 override 这个。那这就是编译上的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强制它做语法检查，然后如果没有定义那个函数的话，编译器会告诉你没有定义，请你定义。好，那这种抽象类别哦，抽象类别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，但是不是唯一的。
第二种叫做界面，界面 ，interface。interface 本身呢，就只能够有函数，但是不能够有栏位，不能够有资料。那所以如果我用 interface 来做的话呢，那宣告就更简单，比刚刚更短。啊，那我一样可以继承界面，继承界面。那但是呢，我里面不能宣告栏位。啊，这是 interface 的好处和限制。那为什么要分抽象类别和 interface 呢？你一个子物件可以实作很多个 interface， 但是最多只能够有一个副物件，只能够有一个副类别。所以如果那是你唯一的副类别，你可以用抽象类别来定义。但是如果它不是唯一，你会去实作很多个界面的话，那你必须用去继承 interface。 OK，这是它的差别。那我这样讲应该还是不太清楚，不过等到你比较理解封装继承多型这些物件导向的元素之后，你自然会了解为什么要分 interface。 好，那就不再细讲。那比较完整复杂的版本，这个我们还加上厚度的，我就用 shape。 OK， 那一样这样子做。 OK， 那整个程式，我宣告一个形状，一个矩形，一个圆形，再一个矩形，那让它印出来。那印出来的结果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字形结果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执行一下。好，那这里我们直接呼叫 toString， 那我刚没设终端点，所以它跳掉，设一下终端点。好，你可以看到 ，OK，s 点 area 等于零，啊 ，r 点 area 等于四 ，r 点 volume 等于80，啊，因为厚度是2。然后呢 ，S 点 area 等于十二 ，C 点 area 等于12.5，因为它的半径是二。然后 C 点 volume 等于37.6992，因为现在半径它的厚度是三。然后呢 ，C 点 volume 变成62.8532，因为它现在半径设成那个厚度设成五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印出每一个的那个变成字串，每一个物件都变成字串。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厚度，第一个是形状，所以没有厚度；第二个是矩形，它的厚度是2，然后它的宽度和高度分别是5和8，所以它印出来的面积是40，然后容量是80，体积是80。那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个矩形的 rectangle， 这个是个矩形的 rectangle， 这边是一个 circle， 但是它通通都呼叫 toString 去把它印出来，toString 这个转成字串之后印出来。那 toString 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可以看到，以圆形的 toString 而言，它是呼叫它的父亲。base 就是基础类别，就是父亲类别的。所以这样我就不用一直在重写那个 toString， 我再重新利用它，然后只要把上一层没有的部分给加上去就好。同样的，这边呢，矩形也是把上一层没有的部分给加上去就好了。然后呢 ，shape 的部分就是印出厚度、面积和体积。OK。那这是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个范例，所以如果你会了这个范例都看懂之后呢，基本上你就至少了解物件导向的三个主要概念。第一个是封装，封装什么？把函数跟栏位，函数跟资料，
合并在一个称为物件的结构里面，这个是碰撞。第二个特性是继承，像矩形可以继承形状，这种继承。那而且上面所定义的函数，我下面可以用；上面所定义的栏位，我下面可以用，这个继承。第三个是多形，就是像这里，我同一个 toString 呼叫到矩形的 toString， 也可以呼叫到圆形的 toString， 也可以呼叫到抽象形状的 toString， 都用同一个 toString 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叫多形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各位去试试看，然后再把这一张仔细看一下。我们原则上，现在59分，11:59。那等一下还有一堂课，那我打算把例外处理也讲完。那我们期中考呢，就考到物件导向和例外处理这边。好。